德之南代副总统呢，嫌蔡英文总统之命哈、哦，啊，前往东京，然后去向安倍致意吊唁。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做出这一个决定非常的有智慧，也非常有远见。除了表示对安倍的敬意之外，更重要，我们在外交上也进行了一些突破。那就我知道，赖副总统呢是今天临时取消所有的行程，然后直接前往东京，去向安倍前总理来悼唁，也表示感谢之意。